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uki， 欢迎收看《挑战大作战》第23集。今天我们要来玩试吃大会，今天要来试吃零食。我们有两个评审，第一个评审是 Mabel， 第二个评审是 Alice。我们三个人就是我，我们会去 Shopping Mall 寻找三种零食，然后给他们两个试吃，看谁的零食最难吃，谁就要惩罚。惩罚就是。Sit up 30下，等我们现在就去买零食吧 ，Let's go。OK， 我会选择这一包，我相信他应该很喜欢吃 BBQ。我选择这包乐事薯片，起司的口味。我选择这包番茄口味的薯片。至于我为什么会买这个牌子，是因为我没有吃过。我们现在就来试试吧。来，闻起来非常有 BBQ 的味道。什么看起来就像 Twisty 一样。你可以看起来像。你们吃过吗？这个这包口味。哇。很清淡。很淡。不是我喜欢的口味。想象中的那个 BBQ 不一样，因为那是重口味嘛，比较清淡。可能我们马来西亚人的口味比较重，所以我们会觉得这个味道很清淡。感觉这次可以已经输一方。OK， 这个是 UG 选手的番茄薯片。番茄薯片，因为我本身很喜欢吃番茄口味的，所以我就买了番茄口味。OK， 我希望他们可以跟我一样也喜欢吃番茄口味的。Lady first， Lady first， 哇，这个君子，君子那是神子。希望你们会喜欢。有那种小番茄的味道，非常的可口，咬下去的时候干干甜甜，然后那个薯片有非常非常。这我一看就知道是专业的美食家，有点酸酸的。看我的是乐事的薯片，起司口味。才刚拿出来，芝士的味道就扑鼻而来，那种芝士的香味，简直就是词穷。吃了会长芝士吗？我觉得芝士味有一点淡。这个名字上面。评审，到底哪一个零食最好吃，哪一个零食最难吃呢？我们先选择最好吃的零食。耶！现在我们要来比最难吃的。最难吃的是轮子哥的，轮子哥进入惩罚。今天的零食试吃大会就到此结束，当然也不要忘记订阅他们每一个人的频道，像轮子哥频道、MB Presentation， 还有阿翔频道，当然还有 SSG Daily。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还有分享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喽，拜。